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中，就好像快沸腾的水，98度将沸会沸，这样或许会带来模糊朦胧的美感，但时浓时淡、患得患失的无望爱情久了，互相喂养的蜜糖也可能变成有害身心的砒霜。但因为怕破坏了现有的关系而失去对方，大部分的人选择在这时冷却下来。没有沸腾的勇气，爱情怎么会有未来？一百折三重。喂，你再说一次，我哪里重啊？比你开多！美女们，比你开多！看这里，小小的身材，浓浓的爱啊！你怎么在这里呀、啊，无双？哎呀，来得近一点、啊。学姐，你跟小友学长真的是那种让人羡慕的情侣关系。因为你们会给对方空间，不会整天腻在一起，但是只要一遇上了，又可以感觉到你们是那么的契合。我觉得这就是找到真爱的感觉啊。过去我们在一起之前一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只要一有事情，对方一定马上提供支援。其实要找到真爱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你第一时间想到的那个人就是你的真爱。怎么样，很准吧？还好吧，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。你从变成少林寺出来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哪少林寺出来的？哇！精少林寺的。所以你们就是比较。不是。喜欢就要今晚行动，夜观星象，今晚的你红鸾心动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什么骗不了你？什么红鸾心动？我跟他之间只是朋友关系而已。爱情军师可不是盖的，他会晚一点到最外边的那个帐篷里等着，我负责帮你绑着送到。告诉你们待会住哪间啊？少阳，你左边那间。谢谢啊。可豆，你右边那间。千万别走错啊。好。我去散步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事吧？
嗯。啊？喂，我错了吧？好色，怎么才安排床位啊？那也太小看你女性魅力了吧！是黛玉学长要来这个帐篷扫脏东西的。脏东西出去，脏东西，脏东西！我很佩服你，为什么可以随时那么强势？哎，女人不准。容易被甩。你虽然没谈过恋爱，但你拽的程度一定超多人追的。正所谓破锅只有烂盖。你欠揍！好了，起来了。演告我起来了。喂，哎哎哎，不要闹了你！裴姐，你也太好骗了吧！你不是真的想要亲我吧？一点都不好笑。呼吸着他的呼吸，心仪此刻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。爱着别人，既然如此真实的发生着。很快的，一个多月的实习活动在今天画下了句号。从此，他们就没有理由像现在这样天天见面了。九十八度的水，现在该沸腾吗？说吧，你先说。没关系啊，你先说。你先说。其实经过这阵子的相处，我很开心。你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人。你也很有趣啊，而且你人很好。那，拜拜。拜拜。我们或许都曾面临这样欲言又止的关键时刻，不确定对方的心意，怕破坏现在的关系，总是给自己很多理由，让九十八度的爱冷却下来。一旦我们从旁观者角度来看自己的故事，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选择
怀抱些许遗憾。给 love 加上 well， 当感受真爱悄悄来临时，这一刻，爱吧。